美国今年的耶诞节正好碰上炸弹气旋侵袭，佛州著名的可可海滩可还是有一群冲浪客不畏寒冷，他们穿上耶诞老人的衣服，享受冲浪的乐趣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，我是李奕璇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